学了一个星期的汉语，今天终于到周末了，可我想了半天，实在想不出来该干什么点儿好。周末要到了，多么让人兴奋啊！你不喜欢过周末吗？可做的事情很多啊，不论是打球、听歌，还是逛商场、和朋友一块去喝酒，都能让人过得很开心。那这个周末你打算去喝酒吗？不，我打算去看电影。开始这段时间一直忙学习来着。